家姨姨今天要给你们做什么好吃的哟？第一份奥利奥脆皮巧克力三明治，第二份四寸的纯巧克力小蛋糕。光听这个名字有没有感觉很好吃啊？主要是为了照顾我们部分的羊宝，巧克力的甜品呢，我觉得可以刺激我们的味觉，让你们吃得更香。蛋糕胚准备好了之后呢，我们来做一份特别好吃的巧克力奥利奥奶油。先打300克的淡奶油，其实这一份奥利奥巧克力脆皮蛋糕的做法特别简单，底部先放一层蛋糕胚，这个组装好了，先拿去冷冻20分钟，等一下上面再浇一层脆皮巧克力。最近都不太方便出门，我都是手机下单，在美团外卖上买的，给你们看看啊，我刚买的平安果，只要1分钱，草莓车厘子9.9元起，还有果切59少15，超级划算。现在上美团外卖搜袁小姐，还有粉丝专属折扣，点评论区也可以抢购。我来尝一下他们家的这个车厘子，哇，水分好足，而且特别特别的甜。这个等平安夜的时候给小朋友吃。哎呦，别抵着妈妈，蛋糕也冷冻好了，就这么点大地方，你们俩还在给我抵着，直接把这个巧克力酱淋上去。先放上第一层蛋糕胚，一东一西不知怎么抱紧，千言万语只配属于曾经，原来和你一起淋过雨的空气，我们并不适合站在一起呼吸，继续关心，继续感激，继续对不起。再来唾沫我们这个奥利奥巧克力脆皮三明治。我走不出的回忆，不最后一句再见说的客气，我的继续叹息，继续惦记，继续没关系，继续空口无凭，我怀念那曾经被风吹远的可惜。觉得这个小四寸也很可爱，这个的话给我们邻居送过去，因为我们也吃不完这么多，反正现在谁也不嫌弃谁。等会让我婆婆给她送过去。